哎，各位傳媒朋友，第一日的罷課咧，將會在呢個中大的百萬大道舉行嘅。點解會揀百萬大道呢？咁就因為百萬大道以至烽火台，就係咁多年嘅罷課運動嘅開啟嘅一個地點。不論係講緊上一次嘅反國教罷課，以至去到話八九年嘅罷課又好，或者係講緊再早啲嘅一直以嚟學生發起嘅種種嘅罷課，不論係反對啲教育制度，或者係反對呢、這個當時嘅港英政府嘅罷課，都係喺烽火台開始啟動嘅。咁所以今次個選址就會喺呢、這個中文大學嘅烽火台同埋百萬大道。咁中大學生會係會全力推動罷課嘅，因為我哋中大學生會今年係第44年，過去44年嚟，或者係中大學生會啱啱成立嘅初期，我哋一直都係反直嘅一個嘅先鋒，而反直唔單止係反對殖民地嘅管治，亦都係反對殖民地嗰套邏輯，就係我哋唔可以俾呢個政府去完全擁有曬所有嘅權力，而個權力佢哋嘅權力由來係嚟自人民，咁所以不論係講緊60年代嘅中文運動，或者80年代嘅要求民主回歸，都係用翻同樣嘅思路。咁好明顯，當年1982年，我哋中大學生會曾經係寫個信俾呢個趙紫陽，就係希望有民主回歸。而當年嘅答覆就係民主回歸是理所當然的。咁去到而家，32年應該係32年，證明咗民主回歸條路咧，中大學生會當年嘅決定係有錯嘅，因為民主回歸已經行唔通啦。咁我哋唯有咧，而家就係要要求我哋香港人係當家作主，我哋香港人係要擁有自己嘅一套制度，擁有自己一個政治制度。咁所以中大學生會係全力推動罷課嘅。我哋過去一直以嚟，即係喺9月第一個星期已經收到超過150人去報名呢個政改嘅行動組。我哋而家政改呢個罷課嘅行動組入邊咧，已經有超過200名同學參與啦。咁而當然至於9/22嗰個嘅罷課嘅集會咧，我哋係同校方已經討論過，已經係攞得場地，而校方亦都會作出一啲嘅配合，包括交通上啦，或者保安上嘅配合。咁所以希望9/22嘅集會係可以順利嘅舉行，亦都係亦都喺唔同嘅安排上面會同其他嘅大專院校去繼續緊密去合作。而我諗無數嘅中大同學亦都會因為今次嘅罷課集會而參與嘅。我哋現時都希望喺度呼籲咁多個中大同學以至大專嘅同學，亦都可以參與喺罷課集會入邊。